头顶不舒服啊，哎，头顶不舒服，哎，哎，头顶不舒服啊，我又看到那个天上，天上，那个一个旋转的啊，一个中间一个方格啊，然后再转啊，然后再转，然后再转啊，啊，这个，是用偏振光，发过来的信息啊，偏振光发过来的信息啊，然后，它的，然后再把信息转换成，无线电波啊，然后把覆盖了整个地球啊，覆盖在整个地球上啊，反正就它的面覆盖面积已经超过了地球的直径了啊，告诉人们呢啊，告诉人们啊，正式开始要，这两天正式开始要七九核物质了啊，正式要开始七九核电厂的核物质了啊，要正式开始，去核电厂的核物质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的，好啊，再见，再见，